ዳሉ ቻይንኛን በቀላሉ ንግግር ምዕራፍ 2 ራስን ማስተዋወቅ ልምምድ ኒ ጃ ሸማ ሚንዝ ወ ጃ አባባ ኒ ጃ ሸማ ሚንዝ 我叫阿爸爸。你叫什么名字? 我叫阿爸爸。阿伯伯先生您好。李小姐您好。阿伯伯先生您好。李小姐您好。 阿波波先生，您好。李小姐，你好。认识您很高兴。认识你很高兴。认识您很高兴。认识您很高兴。认识你。 很高兴。